啊，好嘛，是一个 bus 站，大巴站，然后这个站的名字叫 PowerDeWise 什么 Europe， 然后哎，它这边有一个荧幕告诉你今天是几号，现在是什么时候，然后这边主要是两班，第三十二线跟第四线，第四线，然后就十分钟，它每半小时有一班的、啊。对，他说第三十二号线下一班是十分钟或四十分钟，这样。然后这些 Google Maps 都找得到哦，所以我们是要坐三十二号那一班，所以我们就差不多这个时候下来等着。其实很准时啊，提前三分钟到就可以。他提早到，他在那边等，他不会提早发车。是因为是起点站跟终点站，所以他不会提早。没有，他要是在中途某一个地方，他提早到，他还会停的，一般是这样的。那里就是 Hilton Double Tree Hilton， 我们住的 hotel， 说是整个卢森堡最高的建筑物之一，其实只有19层啦、啊，也没多高啊。但你看，整个这边雾茫茫，因为这两天都要下雨。哎，这边开车很好，很多保时捷啊。嗯，计程车是这样的，哦，这是 Tesla 的计程车。感觉很乡下，但其实没有啊，就是大概八九公里。哎，车子来了，但是他会在下面等。我们可以坐上去。大家看了，有一台公车。32号，多准时啊！公车还不错啊，你看，给轮椅的，然后指示板，然后你要下车的时候按这个，按那按铃下车，完全免费，还有酒精让你洗手的。那个，我觉得这边人坐公车很普遍，因为完全免费嘛。竟然那个 password 就放在这里。有趣，他说开10:30，那这里。啊，放在外面随便你看嘞、欸。Dark brown fortification you see on this map. And an example of the light brown one, this area is Rum Plateau, on that site with the Vinsel Wall that was 894 meters long and went around the city, including the southern. And he immediately fell in love with her. And he walked past her bedroom door in the castle on a Saturday. And he could hear her lovely singing coming from the bedroom. And then he.
artist in 2015. He made a 3D depiction of Melusina in her mermaid show, where she's sitting there under the tree. So this is why if you go to the souvenir shops, you're going to see the mermaid doll. This is Melusina, the legend of why Luxembourg started and why Council forgot the castle. Mm-hmm. Okay, I like the bridges in. Okay, huge mile, guys.传统的杂菜汤啊，跟那个怎么说？拿面包。很腻的人。好像很不错的，你看一周开七天，每天从早上八点开，那开到几点啊？看，
生蚝，有几种不同的生蚝，这种螺、mussel、虾子，不同的蚌壳哦，海胆、king crab， 哎，有鱼，很多不同的虾。这个应该是哎，哦，三文鱼 ，tuna。The block， 麦当劳 ，Burger King 都可以上厕所的、啊。这好像是政府的 building， 然后在这旁边就有个厕所，在那家店的对面的、啊。就是那个白色门。哎、欸，对，那个人出来了。从什么到？他有一个时间表。这个是公厕啦，大家都可以用，你们不用钱呢。好吗？公厕。公厕已经到了。妈妈。先是一张。哦，这是 3D 这种呀、看外面的动静是什么？
为什么这一家叫 Home House? Why? 今天是温达乡北斯卡洛的，哇，漂亮，进去看，进去看看。5点钟了吧？还是4点？太阳吗？Let's go。来欧洲，但要吃很多不同的生蚝啦，吃到爽为止。开玩笑，是不是妈妈？你的，你那个不错哦 ，tuna。OK。就是这样啦，开生蚝啦，不是那么容易开的啦。哦，这个海鲜拼盘呢，170几块，他叫这个。这个荔枝一包这么小一包，法国产的，699欧元。我看你俩，200多块台币啊，欧元呢？这一盒400克的荔枝。699欧元，老天啊，台湾物价贵吗？法国的哦，不是说从哪里来的，是法国很近的哦。